本期节目商品是由孩子宝台湾分公司及大明河川玩具店赞助提供，谢谢您的分享。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293集的节目。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在八月份的 IDW 推出的四个产品中的最后一款呢，它的名字呢叫做这个台湾的反斗城，因为手册里面并没有印制啊，它也正式的一个台湾的翻译我不知道，但是它在大陆的话有好像有翻译叫做有两个翻译吧，一个叫做泽奥萨斯，萨斯是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灾厄萨斯，但不管是哪一个翻译，其实好像因为 JHIA 怎么念我真的不知道。那他呢是一个邪恶科学家，那应该是念泽奥萨斯吧，还是灾厄萨斯，反正就是这个名字吧，也不晓得，因为 IDW 的漫画没有深入去研究，但是听说他是一个疯狂的邪恶科学家，而且还把 RC 呢给改姓了。那说到 RC 的话呢，这个应该是下一波的配箱呢就会有 RC 出现了，这个漫画里头有 RC 的一个身影出现了。下一波呢据说会有两个 RC， 两个 Chromia，还有一个胡蜂，一个大铁厂，一个夜巡，跟一个风刃，所以八个一箱哦。所以下一波的配箱呢应该会比较让人更想抢哦，因为有两个新的女性角色。好，那它呢一样哦，是这一次推出了四个产品当中的三款冲突版中的其中一款，但是呢这一个呢比起十字八和夜巡来讲呢，相对来讲会比较有诚意哦，改的部分呢还比较多。那基本上呢夜巡跟十字八都只改了头调，但是呢这个灾厄萨斯呢跟 Starscream， 这个之前大概在农历过年左右跟各位分享了，这个 Starscream 改的地方呢还蛮多的，头部当然是不一样，再来胸部的造型也不同哦。这个灾厄萨斯的这个胸部呢比较像之前跟各位分享的那个 Megatron IDW 的 Megatron 一样，这种胸部的造型呢是我还比较喜欢的，那就是有一个比较一个圆弧的一个弧度嘛，对不对？这个胸部有这种弧度当然是比较好看嘛。那天王星的话呢就比较线条就比较刚硬一点，中间还有一个缺口。再来就是这个下半身这个重要部位呢， Starscream 呢是这个真男人的一个象征，但是呢我们这个科学家呢比人家短，还不是比人家短，是根本没有那一节，没有那一节也就算了，那还可以看到有三个洞，天哪，这个头该被人捅啊。那再来呢它是一个这个地方翅膀尾翼啦，应该讲尾翼的部分呢 Starscream 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灾厄萨斯呢就是很大的一片。其他的部分呢就是一个武器的配备不一样了，武器呢这个新版的灾厄萨斯呢它是两把枪，那这个呢枪在待会跟各位详细来讲枪。 Starscream 的话呢则是一个可以隐藏在翅膀后面的这个两把刀，这个版本的话呢就反正是不太一样。现在呢专心来提一下这个灾厄萨斯哦。首先呢颜色我的镜头里头呢不知道为什么呢，我自己这样看呢，我这样看镜头里头跟它实物的这个颜色呢是相差蛮多的，镜头里头可能到时候影片所呈现的呢会比较黄比较橙一点，不是说我的影片很黄我是说这个玩具的这个颜色会变得有点黄，那实体来讲是比较一个橙红色，有点橙红色，但是反正我只要用黑背的时候呢这种红色或者是橙色的这种色差就会比较大，就各位请多包含一下了。在它的一个整个出拿到的时候呢感觉它的胶感呢非常的重，真的它身上的一种塑胶味呢实在是这一波的四个里头呢感觉最强烈的，身上呢基本上呢只用了三种颜色，就是这一种橙红色的塑胶、灰色的塑胶还有这个黑色的塑胶片，它这是整个黑色塑胶片哦。从后面这样看可以看到它整个部件就插在后面，整个是黑的当然还有一个透明的部件在这里。整体来讲呢它的配色呢比之前的 Starscream 来讲呢要单调的算蛮多的，这是比较弱一点的地方，可是呢它的一个其他几个地方呢都跟天王星比起来呢我觉得是不相上下了，其实差不多。那首先呢是这个头雕，我要赞美一下头呢是设定成是一个比较丑陋的一个人物基本上就是坏人的一个长相，他的这个头呢漫画书的这个封面跟实物来讲呢做的是蛮接近，连涂装都很接近，应该涂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涂到了，然后五官的刻画呢鼻子啦什么的其实都有做出来，连牙齿的部分呢
都有做出来啊，非常非常是长得丑，但是做得很传神，挺好看的。那整个人物来讲，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呢，照漫画书的封面呢，它是把它放成这样。那你看你的个人啊，摆这样其实也是挺威武的、哦。OK， 给各位看一下，后面呢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个地方完全是空的，这个大家也见怪不怪了。这里呢还是有蛮多一个机器细节的一个刻画。Decepticon 的标志在这边，这两片翅膀呢跟 Starscream 的不一样。Starscream 的这个翅膀呢是可以做一个翻转的，它是可以做一个前后做一个翻转的，但是呢这个赛欧萨斯呢却不行，因为太大片了，你不管怎么转呢一定会卡到上面这个，你就算放成这样呢它还是会卡到，无论如何都是会卡到的。那身上的话呢就是跟 Starscream 比较大不同啊，就是这个地方折下来，就整个变形机构呢，如果你就变形机构来讲，这个地方不一样， Starscream 是直接折下来就了事了，它的话呢是多了一个那个飞机头还要再折进去的一个装置啊。那这个枪的话呢就没有任何涂装，刻画算普通啊，其实也偷胶偷的挺厉害的，没有任何涂装。 OK， 那这个手的话呢是本来是这样看也看得出来啊，本来是橙色的塑胶件上了一个颜色，基本上会掉漆啊，你当常常拔叉的话呢一定会掉漆的，这个地方你看已经有稍微有一点剥落了。双枪因为这个人物的话呢并没有特别去研究过他的一个漫画里头的情节是怎么样，不晓得双枪是不是很适合他，应该科学家的话应该战斗的戏份应该不会太多吧、哦、他的一个这个模具的话呢本身啊，我当时在做 Starscream 的时候呢就是对他这一块零件呢赞誉有加、哦、他这个手呢伸上来的时候呢为了不让这个地方整个空掉，他做了一块零件在这边稍微修饰了一下这个翼下的一个部分，这是他的一个比较难得的一个亮点啊。其他的话呢大概就是这个背上这个肩炮可以移上来，那推的话一样是从这个地方是用一个推的一个方式呢把它给发射出去的，但是这个力道呢只有流出来的力道，所以想要兼拆的话呢基本上人家应该是不会录用的。好，那大概整个玩具的话呢因为已经是非常到了这个已经是 Beast Hunter 以后啊，这个玩具都已经非常简化了， Deluxe 的一个玩具呢大概也都是只有这个水准了、啊、就这一波四个玩具里头啊，其实认真要讲一个模具本身的好坏来讲的话呢，其实十字八的那个诚意是比较够，那个模的机关比较多，其他几款的话呢就还好。那这个灾厄萨斯的话呢我来看的话呢它大概可能还是小逊于锋刃嘛，因为锋刃毕竟第一是女性角色，第二是新模，那它已经是一个，如果你之前已经有购买过 Starscream 的话呢，这个模具你买不买的话呢我是不会特别推荐说一定要把它给纳入你的收藏了、哦、但是如果你对 IDW 这个系列你想要全制霸的话呢，这个模具呢至少了我觉得会比夜巡那个模呢会让你比较愿意把它给吞下去哦。示范一下灾厄萨斯的变形啊、哦，当然这个枪的话呢拿下来变形是很简单的，非常简单。这个首先呢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挑上来，然后这个飞机头的部分呢把它给往前面对折，这个起落架的部分呢因为变形的时候你会折这样，所以基本上它搬出来的时候它一定会是直接就露出来了，那就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往前面再调整一些，然后呢这个头的话呢就把它给头的话把它给压下去哦，整个这样子把它给这里呢会稍微有一点连带啊，这里压下去的话呢后面这个脊椎骨的这个装置呢会自动会往上面带，那大概先这个样子，然后翅膀的话呢先把它折稍微折一下就行了。我们先来变形脚，脚的话呢很简单，这个脚底板收起来，我们在变形的时候呢是转成这个样子再转上来，我们要做的主要就是中间这两个，这里有看到两片凸，另外一边呢这里有三片凸，它就是这样子折上来。简单的说，你折上来的时候呢，两个这个翅膀呢是把它朝外，然后这个两片呢脚的话呢，把它稍微斜一个角度，中间这个地方扣紧，就这个地方把它扣紧。OK， 变形已经差不多快要完成了。然后这个
拳头的话收进去，这里呢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凸，扣到上面有个洞，这样扣进去，这里一样收起来，这边扣上去，上面的话呢把它稍微严丝合缝的把它给捏一下。OK， 变形就完成了啊。最后就是这个起落架的部分呢，把它给放下来。这个起落架呢，为它的载具形态呢是大大加分的。那最后这个枪的话呢，就把它扣上去。哦，刚忘了提了，这个枪呢在收纳在人形态的时候呢，你可以放这样，也可以放这样，是随便你的。因为它这个枪的两边呢都有凸啊，所以你怎么放都随便你。我个人会习惯把这个枪托的部分呢，枪托的部分把它朝内啊，个人一个小小的一个习惯。OK， 它的一个翟尔萨斯的，居然在最简单的地方呢扣不上哦，是怎样啊？OK， 它的一个变形呢就大功告成了。形态来讲的话，两者的差异性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其实蛮容易看得出来的。第一个是翅膀的一个形状，翟尔萨斯的一个翅膀的形状是比较圆、比较大片，而 Starscream 呢只是一个比较长、比较坚韧哦。那么呢，这个炮的话呢，这个模具的这个武器呢，搭载呢，我觉得是算有加分。从上面看下去呢，是两管那个机枪火炮在下面哦，算是很成功了。当然你翻到底的话是两把机枪在下面，但是我觉得它加的分数呢比这个底盘翻过来扣的分数要多得多。刚刚变形的时候这一片呢忘了跟各位讲，这一片是必须把它给盖起来的，忘了提了。然后呢在两者呢在底盘的部分呢，则是这个起落架呢有点小小不同，后面两个起落架呢没有什么差别哦，但是呢前面的起落架就有差别。 Starscream 是在这边，而翟尔萨斯呢是在前面，可以看到Starscream是靠后面，但是翟尔萨斯是靠前面。这个是在变形的时候呢会有牵涉到，因为翟尔萨斯这个变形的时候飞机头要往内折，这里它放到这边呢是有它的一个用意存在的。然后在飞机的一个长度来讲呢， Starscream 呢它前面的这个飞机头的部分呢尖了一些，所以整个有往前面长了很多。但是这个长了出来之后呢，长啊有时候下垂的话就比短的没下垂要更难看。各位再看一下，这个飞机是有一点点，飞机头有一点点垂下去的。但是呢翟尔萨斯的话呢则感觉上呢其实也是有，但是呢并没有那么样的严重。那至于说你想要哪一种，这个我不知道。然后这里飞机的一个驾驶舱的部分呢，翟尔萨斯是一个涂装银色水蓝色的一个涂装，但 Starscream 呢是比较漂亮的一个透明亚克力板，而且还可以看得到里面呢是有驾驶座的，这是当时我给它很高评分的一个依据哦。飞机形态下它很漂亮。这个翟尔萨斯的话呢感觉就山寨的感觉会强了很多，就整个主要还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基本配色实在是太亮了，就是比较感觉上太亮了，反而会没有那么样的有质感的一个感觉。但是呢不是说它很差，而是呢就是说你要跟 Starscream 两个相比的话呢，我会比较推荐你，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是买 Starscream 的话，你会觉得比较有意思。武器的配置呢也比较有趣，它是一个这个可以拆下来的光剑，比较好玩一点我觉得啦。那整个拉风度来讲呢，炫的一个程度来说还是 Starscream 会胜出一些，但是呢就是你看还是看个人的一个偏好。而这个翟尔萨斯呢则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推出了四个模具里头呢，它是算是改的来讲有改的比较多，算得上是比较有诚意一点啊。如果说你同模的这三个人物来讲的话呢，它的话我会觉得还算可以，勉强啊可以让它 pass 过关吧。现在的玩具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下一波的配件呢就没有它了，所以如果你就是这只是给各位一个，这倒不是劝各位这一波就要买，而是先提醒各位，就是说这变形金刚玩具就是这样哦。这个我们做节目是说告诉你玩具大概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可能告诉你我玩起来的感觉手感怎么样。
那它的一些细节什么的，我们尽我们能知道的呢给各位做一个展示这样。但是实际上就是变形金刚的，你也知道变形金刚啊这种东西有时候过期了之后，但是你要回头追就会很奇怪，就很难追啊。一旦下架之后呢，就不见得能够再出现了。那我就是先给各位做一个预告了啊，就目前得到的情报来讲，就是说下一波的配箱就没有这个塞尔萨斯了。那这一集呢，就各位进行到这边，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Thank you.